我首先我感谢那个肖培林，米歇尔，在我们五年前的结缘的日子，你说你想行善，然后我就带了一群有父母生，可是他们要靠自己的，从小学开始就要靠自己，所以一只筷子都要靠自己才有办法，一张卫生纸。我就他们读国中的时候，有的是住在教会的学生中心，那我就在大成国中的元武社，我尽量找资源让他们至少有一餐的饱饭，然后还有就是给他们请师资教他们原住民舞蹈。那我带了两年以后，因为我只是一个热心的义工妈妈，那实际上还是要有校长来接手。那刚好那时候有天泉饭店，那时候有天泉饭店的米歇尔，那个肖执行长，然后他来带了一些朋友，有一位大陆富豪，他捐了一台车，要给这些孩子有交通工具，让他们带他们去表演，让他们第一个有舞台，第二个他们有未来，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点收入，可以让自己可以过日子。虽然他们年纪还小，国中，但是他们需要的是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多多少少让他们去有一个舞台经验。所以谢谢大陆富豪江南村，也送我们大成国中一台车，所以我就请蔡校长来接。那从此以后，这个大成国中元武社，我就给孩子一个口诀，我就是未来，我就是未来，我要靠我自己。所以，大成国中这些小孩子从蔡校长的带领之后，年年原住民舞蹈都得到很好的成绩，都得到全国第一名。也谢谢感恩所有赞助我们大成国中元舞社的所有的赞助单位，有奥迪汽车的总裁邱三祥，谢谢米歇尔的引荐，还有奥迪汽车的台中的董事长廖董事长廖路章，在这边谢谢您社会企业的合作，让我们这些孩子得到了自信，得到了未来，然后他们现在每一个孩子都成长茁壮，然后也都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吃饭，他们这些孩子没有变坏，然后这是我最大的感谢。那剩下的就让大成国中校长他好好去讲我们这一段。嗯哼，谢谢。我太多段了，你看讲什么我都有一段。请来，不好意思，请讲一下那个大成国中那个。对，校长要讲。好，那您让好，指挥官，校长指挥官，这也是校长哦，是 secret， 这是我们的秘密哦。好。